奶奶家里面没有菜油啦，没有就去买啊。那还要不要买菜啊？是你的家里有青菜和鸡蛋。哦，那我去问一下妹妹。我先改田里啦，买到兔回来啦，不要到去去吧。哦，知道啦。三蛇。嗯。妹妹，你想吃什么菜啊？想吃鸡腿和火腿肠啊。买鸡腿就可以啦，火腿肠不可以经常吃。哦，我也要去。你在家里面看弟弟，一会儿我买包拿回来给你吃，我很快就回来了的。哦，老板，我要买瓶酱油。哎，14块吧。老板，帮奶奶拿。多少钱？对，16.3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我就忘记拿了，明天再来买好吗？好，没关系。啊，都安了，我们赶回来啦。小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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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妈妈，你给我的钱弄丢了。什么？弄丢了？没关系啦，掉了就掉了。以后不可以这样啊，老师跟奶奶说，你不回家，奶奶会担心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回家吃饭了。